又会画自己的脸吗？肯定是你画的。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每次都这样，再不和爸爸玩了，整天就知道逗妹妹。丁丁，这谁画的？我呀，又误会哥哥了。小宝，对不起，妹妹说是她自己画的。我很生气，这再给你画个吗？准备滑下来喽！我滑，再来一个乾坤翻。妹妹，我来了，给妹妹抱下来。好的，哥就给你拿。去给妹妹拿飞机喽，捡起来，回来了。小宝，怎么了？我不敢说。说吧，爸爸不批评。小丁在鸡眼药水，我把他的东西抢过来，他就摔倒了，然后就哭了。你不是说小朋友不能鸡眼药水的吗？没事，你做得很对。小丁，这个是眼药水，小朋友不能用的。明白。爸爸，今天护士节，我们送祝福吧。祝白衣天使节日快乐，越来越美。爱过你，对，好，对啊呀，妹妹卡住了。妹妹，我来啦！看我的，走过独木桥，钻过山洞，冲啊，乾坤翻！妹妹，我来了，轻轻往下蹲。啊！送啊！妹妹，下次遇到困难要自己想办法。Hey!